Hello，大家好，我系 Winnie 温哥华嘅地产经纪，咁欢迎大家收睇我嘅 YouTube channel 啦。咁我今日咧又带大家翻嚟 Hong Kong Metro Town 呢度嘅。咁咧，我哋今日咧就嚟睇下佢嘅 West Tower。之前咧就Central Tower 开盘嘅时候咧，几日就卖晒啦。咁 Concord 咧就乘胜追击啦。咁佢就而家推出咗 West Tower。咁我今日咧就带大家嚟睇一睇 West Tower 先。咁而家咧就系做紧 preview 嘅。咁大概 West Tower 就会喺4月尾咧就开始发售噶啦。咁我哋睇下先啦。咁喺我身后咧就系 West Tower 啦，就系即将发售呢栋。咁隔篱高啲呢座咧就系 Central Tower 已经卖晒噶啦。咁 West Tower 咧就係樓高33層，咁而家我哋望住呢面咧就係向北嘅單位啦，就係、是、面向 Kingsway， 咁而高啲樓層嘅單位咧亦都會可以望到山景嘅。咁呢邊咧就係、是、向東嘅單位啦，東面嘅單位咧就會望翻 Central Tower， 咁過嚟呢邊咧呢邊就係向西嘅單位啦，咁佢就望住條內街啦，叫做 McMurray，McMurray 咧就係、是。可以去到 Metro Town Parking Lot 嘅一條內街，咁呢個街嘅呢邊咧，將來都會有建築物嘅，咁但係距離相對嚟講就比較遠。咁嚟到後面啦，後邊咧就係、是、向南嘅單位啦，向南就會望翻去 Metro Town 啦，而高啲嘅單位咧就會可以望到 Richmond 嘅景嘅。咁我哋而家嚟睇下每一層嘅分佈圖先啦。5至25樓咧就係 Park Collection， 咁每一層咧就有11個單位，咁其中咧就有7個1房嘅單位，2個2房嘅單位，同埋2個2房加書房嘅單位。咁而最細嘅1房嘅單位咧，室內面積就有473尺，咁有102尺嘅露台，售價咧就由50萬美起。咁比較大嘅一房咧，即係 A 同 B 呢個 floor plan 咧，咁有向南或者向北嘅選擇，咁售價咧就由60萬中起。咁而2房嘅單位咧，就由90萬頭起。咁至於26至32樓咧，都係一啲比較大嘅單位，每一層咧就有7個單位，其中有4個3房嘅單位，2個2房嘅單位，同埋1個2房加客房嘅單位。價錢方面咧，2房嘅單位咧就由110萬頭起。2房加客房嘅單位咧，就由120萬中起。咁3房嘅單位咧，就由140萬未起嘅。咁如果大家想要多啲 floor plan 嘅資料咧，可以隨時揾我噶。咁我哋咧而家嚟睇下個景先啦。咁呢邊咧就係東南角18樓嘅景。咁東面嘅透明建築物咧就係 Central Tower， 南面咧就望翻去 Metro Town 嗰邊。咁西南咧都會係望到 Metro Town 嘅。咁再高啲咧，亦都會望到 Richmond 嗰邊。西北角咧就可以望到温哥華 downtown 啦。咁再高啲嘅話咧，亦都可以望到海灣景嘅。東北角咧就可以望到山景啦，同埋 Deer Lake 景。咁我之前咧都有介紹過各示範單位啦，同埋大樓嘅設施。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可以睇翻以上嗰條片。咁我上次拍片嘅時候咧，咁露台嘅可以伸展嘅玻璃趟門咧係未安裝好嘅。咁今日咧就安裝好啦，咁我就順便示範下俾大家睇點樣去操作呢度趟門啦。咁我哋首先咧就係打開最側跟嘅嗰道門啦，之後就可以逐塊玻璃 panel 咁樣打開噶啦。West Tower 咧就預計會喺2026年嘅春季落成啦，咁管理費咧就預計就係6毫子一尺嘅，咁已經係包括熱水、煤氣、冷氣、暖氣，同埋可以免費享用大樓嘅設施，而且管理費咧就按照室內面積計算，室外面積咧係唔需要俾管理費嘅。咁至於訂金方面咧，本地買家只需要俾25% 嘅訂金，10% 咧就喺簽合約嘅時候俾。到出年嘅2月咧，就俾5%；出年嘅8月咧，再俾多5%；最後嗰5% 咧，就係喺2023年嘅2月俾。咁至於海外買家咧，就需要俾35% 嘅訂金。好啦，咁我頭先都講過啦 ，Central Tower 開盤嘅時候咧，就幾日就賣曬噶啦。咁我哋預期咧 ，West Tower 都會賣得好快嘅。咁如果大家咧對 West Tower 有興趣嘅話咧，就即刻揾我幫你做個登記，咁我就會盡快安排你做個 preview 嘅。咁我哋預期大概 West Tower 咧就會係幾個禮拜之後開始發售噶啦。
咁如果大家對 West Tower 有任何嘅問題嘅話咧，歡迎隨時 WeChat 或者 WhatsApp 我。咁我哋下次再見啦，拜拜。